32.10，距离2150米。101号目标，火力点。101号目标，火力点。榴弹释放引信。瞄准注意。是。瞄准307。307。方向36.7。36.7。3、2、1。此次实弹射击节奏快，强度高，在复杂环境下从难从严，锤炼了我们多域情报侦察、精确指挥控制、动态火力打击、灵活战场机动等多种能力，有效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作战效能。